这个 while 跟 for 其实都是做重复，只要你需要它反复帮你执行什么样的动作，哎，都可以利用这两种方式去，达到那种重复执行的这种效果。那只是说呢，哎，同样是回圈，那有什么差异啊？其实这两者最大的差异啊，大概会有三个地方。只要你这三个地方稍微跟动一下。其实两边基本上可以相通，所以我讲过了，我习惯用 for 回圈，所以很多地方我不用 while 回圈啦，反正习惯。那问题是，我要怎么样把那个像我们刚刚什么呢？利用 while 回圈加总1到99，哎，那刚刚不是有写 for 回圈，没错，那可是呢 while 回圈呢有没有怎么写啊？基本上呢。第一个，你可以先建一个 while 回圈 while 的一个 module 哈，那你可以把刚刚的 for 回圈拿来做修改。哎，其实主要这个地方我把刚刚 for 回圈拿来改，主要目的是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哦。OK 哈，所以如果你两个会比较，你就会改了。也就是说，很多程式你用 for 也可以啦，用 while 可以，只是说呢哎，什么地方好像用哪一种回圈比较恰当吧，或者是比较写起来程式会比较简略简短一些些。那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我们刚刚用 for 回圈跑出来结果，加总结果会是这个结果。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改成 while 回圈的话，第一件事情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 for 回圈叙述里面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什么呢？它的初始 i 的初始值是多少？一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基本上 while 回圈没有初始值。第二个的话呢，后面其实有一个叫步进值的东西，有没有？逗点一嘛，可是我们可以省略，为什么？因为一的话这个可以省略，那步进的话 while 也没有。另外有一个逻辑判断，逻辑判断什么呢？当这个值怎么样？它是小于100。哎，对不对？所以有三个地方哦，初始值、步进值，还有判断值，三个值哦。那基本上这个三个东西哦，while 是必须拆开来，哎，变成三个东西，三个要把它分在不同三个地，所以其实反而 while 回圈写起来相对的比较复杂，因为 for 回圈就写在这里了嘛，对不对哈？那怎么改？哎，教各位第一个 while 回圈。我把 for 有没有？干脆把它注解一下好了，这样比较清楚。改在下面，你就打一个什么呢？while，其实打一个 double 就出来了。while 什么呢？while i 怎么样呢？小于100，冒号一下，OK，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哈。第一个哦，所以有逻辑的对哈，有条件。第二个的话呢，初始值，那因为呢 for 回圈里面有初始值是一啦，所以你 while 回圈里面没有，所以你必须怎么样？i 等于一，你必须要写在这个回圈 while 的上面。我刚放上面好了，这样会比较我的习惯比较好找不然的话有时候都忘了特别是如果你要把那个 for 回圈改成 while 回圈，记得就是三个东西都要，缺一不可。OK，少一个都不行哈。好，那再来的话呢，步进它会一直累加，一直累加，可是 while 回圈不会。所以怎么办呢？你必须当它这个值跑完之后，没有在下面做一件事情，i 等于 i 加一，其实就是 i 加等于一了。OK，所以三个地方哦，这个初始值、条件跟步进，三个东西哦。然后呢，你会发现哦，for 回圈哦，其实就一个地方就搞定了。所以为什么我说 for 回圈，比较好用比较简单啦，也比较不容易错，因为基本上写一行就好了。可是 while 要写三个东西，那三个东西你少一个，它就不跑了，或者跑错了。OK，跑完了这样 OK 了，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哦。一样的东西输出结果一下，哎，你会发现哦，加总结果一样，一模一样。可是 for 回圈另外一种写法叫 while 回圈，但是我发现哦，有的人就是喜欢用 while 回圈，跟我的逻辑不一样。
哎，到处都一，我发现有的人就很少写 for 回去，很奇怪，哦啊，这每个人习惯不同啦，你不能说啊，你可不可以改成 for，他可能改不过来，因为他就习惯用 while，反正我就喜欢初始值，我就喜欢再加一个步进嘛，那这样不行吗？可以啊，没有人说不行啊，所以哦，回圈，所以有些东西啊，学的多不见得好，OK，你只要知道就好，不要。反而有些东西学一堆回圈，最后一个都不知道怎么用了，所以最后啦，像我的习惯，我就用 for 回圈写一个，不好写，啊，再用 while 好了，对不对？这样 OK，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哦，有时候不是说叫你全部背起来，天哪，背不完，最后可能想放弃了，哦，尽量都忘记最好，理解的，像很多东西尽量理解，不要背，哦，不用背的话呢，那你就比较容易记得起来。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完成的，对不对？哈，啊，请各位试一下，把刚刚的for 回圈加总，然后改成 while 回圈。啊，第二个是也试着把什么呢？把刚刚做过的 for 回圈有没有？哎，改改看。另外比较重要，像改那个什么99乘法表，这个就比较不好改。为什么？因为这个会有两个回圈，两个 for 回圈，要改两个 while 回圈。不过呢，如果你按照我刚刚的那种有没有那个方法来改，保证不会错，就怕你改你少改了一个地方哦。哦，像我刚刚已经改好了，有没有？先改什么？把 for 回圈，我就把刚刚的99码表复制贴过来之后，有没有？先把它逻辑有没有小于10嘛？对哈，哦，然后初始值、步进值记得加在这个。快要回圈的里面这一阶哦，OK，然后呢，那个追回圈的话呢，哈，就是也是一样，上面步进，所以我习惯哦，初始值写在上面，这样比较不会忘记，有没有？I 写在上面，那步进的话，记得一定要写在它里面，OK，没有不要说写在前面哦，写在前面就不对了哈，所以步进比较麻烦，步进是在下一阶哦，那如果你没写错的话，基本上执行一下。99乘法表马上又出来了，哦啊，当然其他的刚刚的星号那些更不用讲了，一样的方法哦，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把刚刚哈至少那个什么呢，一加到99这一题哈，改成那个 while 回圈看看啊，OK 的话呢，再把那个99乘法表的部分哈，改成 while 回圈，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